大家好，欢迎双影部落达哥，我是小泰，我是妹妹小姐。两年多前，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拍了一支影片，关于一个露营车。当时拍完结论就是很感叹，最大的缺点就是那台车不是我们的。经过两年多的卖干的努力，我存了10000块，剩下的那些钱都是银行借的。我们买下了福斯的 California Ocean 的露营车，这次带佩佩小姐环岛，那我们会经过南横去东部，看下去吧。又要去台南，我们要去这次旅程的关键，还有这台车的关键人物。感谢祭吗？感谢祭，你知道感谢祭是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我觉得你不要问比较好。你这是买东西的意思吗？算了算了。那我们是感谢之旅。对，感谢之旅。请问佩佩小姐，你坐的还舒服吗？很舒服，对不对？两年半，你从小孩子变成小少女了，完全不一样了。好，我们现在从休息站买完东西了，我们在车内吃午餐，吹冷气吃午餐。对，休息站那刚好他们的休息区啊，就是吃饭区域在施工，然后所以大家都在外面，都是露天，对，露天的在吃东西，我们就回车上吹冷气吃东西。驻车冷气呢，因为这个它藏在衣柜里面，需要靠它前面的那个小风扇才能吹出来。那可是达哥这边很难吹到，所以他自己自备风扇，自己挂了一个风扇直吹。但 OK 啊，这里的温度计29度，就至少我们这边可以有冰箱喝冰的饮料，然后中午在停车场这边也没发动休息一下。Hello，Hello。终于抵达台南了。那为什么在台南？就是要找这位陈大哥，加州号的前车主。好险有他，我们才能够有加州号。前车主呢，他去年订了，等了一年，因为我发文嘛，看有没有二手可以卖我。他又说他要交车了，但是呢，他现在忙着农场，没有空开这台车，所以就是卖给我。所以我们接下来大家看一下，到底是什么农场会让这位排了一年的加州号车主放弃加州号呢？这就是陈大哥的绿洲农场。我要感谢这个绿洲农场，对，让我们有加州号。好险绿洲农场让他这么忙，我们才有加州号。这边是动身。菜为主啊，对，就是很重生菜为主。哦，所以他就为了忙这个新厂，在忙新厂，就为这个新厂到现在这样子，就是买了车没有空开，没空开，对，没错，忙碌加倍，是，恭喜，生意加倍，谢谢。就是为了这些菜放弃了加州号，是什么菜？那个是日本的京都水菜，生菜部分大部分都是中秋节之后在平地比较好种的菜，对，在这边用温室种可以做到全年度都可以生产，哦，所以可以产能固定啊。其实我最喜欢吃那个生菜包肉，是。然后上次他给我拿一盒给我，然后我包那个韩国烤肉，我、很棒很棒很棒。这样这种事就不会有虫。还是会有一点点虫，可是这边比较特别的是，我们早期的处理虫害问题是用鸟在处理，那因为后来里面已经没有虫害之后，我们就把鸟全部放走了。哎，陈大哥，为什么这边里面比较凉快？我们这边是采用负压型的水帘式的温室，这部分是水帘，就是看起来水会从这个类似纸的东西流下来。对对对，它就是透过水蒸发的时候，它会那个消耗热量，然后导致凉。在台湾的话，温室必须做降温，可是在欧美地区比较冷的地方，它是要保温。京都水菜，京都水菜，京都水菜，就这样吧，会有点芥末的味道。为什么像芭辣味啊？会有一点，对，有一点芥末味。嗯，有。那老婆，老婆，你吃一口，吃一口，吃一口，吃一口。哎，真的耶！还有吃前段、中段、后段的味道哎。然后那个现在的芥末味出来了，但不会呛，好香哦。有点像是那个芥末饼干的芥末味。嗯。哎，陈大哥，可不可以那个给我一些菜？我今晚上去露营烤肉。可以，没问题，我来处理。是田螺曼。田螺曼，这是目前餐厅用最多的菜，所以你采收就是一片一片这样叠，就是一片一片采。哦，我来吃看，现采现采，前面甜甜的，中间菜味比较重，但这个汁就比较多，这配菜很棒。这是山葵叶，吃起来就是芥末的味道。这一大肚吃下去是很辣，还是一点点？一点点，就是没有芥末那么呛。哦，真的，芥末很重，就是芥末，哦。这个我觉得大概吃肉1/3片差不多，刚刚那一片有点冲脑门那个，哦，这过瘾过瘾，我现在流汗流汗了。
完成完成，我们今天取菜完成，等下去买肉，晚上把这些菜吃光吃光。我们现在要出发去六龟露营，那子阿哥我们走了，好，拜拜，谢谢人菜，谢谢人菜，拜拜拜拜，下次见，下次见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这是我们今天的晚餐，有了生菜，所以我们就买肉就好了。现在预警芒果冰，上次佩佩姐小姐没来，我们快来帮佩小姐补一下。停不下来。好酸。吃光光，满意吗？满意。走，我们去露营，去露营。大哥，我们要去的方向怎么是一片乌云？到底为什么？六龟的朋友，我来了。那很黑耶，怎么会那个五点还这么黑呢？午后雷阵雨，应该要雨要开了，我的前途一面黑暗。可是我们有带那个小阳光女神，应该是不会有事的。你好，你们要搭？空旷的，或是要搭这个地方，用你车子搭进去。那我就这边就好，反正没客人嘛，就这边嘛。啊，其实我们不需要水，但主要需要电。嗯。接电。先有电，因为主要是那个大电瓶要充很久。佩佩小姐还在睡。先要开车边帐。请问你真的还记得怎么用吗？开玩笑，那个影片我自己看了很多遍，好不好？我也看了很多遍啊，但是你都没有记下来。对，我因为我是看的是看我自己，不是看车子。嗯，你就这样拖这么一点点？还没啦，他需要先撑着，然后再慢慢把它给完成，是这样子。你真的是两年前的事你都忘光了吗？太久了，年代久远。哇，我们的车边帐完成。落地感，本来的椅子是很普通的椅子，我们换。哇，好帅！军风，军风。好，两张。所以是翠泉吗？书的做收纳箱，大事不相干。你少来了。哇，等一下，我问你，人家都说就是买了露营车就不会再花那个露营用品的钱，结果不是哎，你买了露营车之后，你又花了一批露营用品的钱。头洗了就要洗干净，啊，都洗成这个颜色就好好洗，总不能一下染白一下染黄嘛，染成那个扎根绿，对不对？剪片的人会把我剪进去吗？晚餐吃牛排，这个是桌子、椅子、防火台、杂物袋、木头，好个牛排。
记得喝多多。庆祝我们环岛胜利！耶！ Yeah! 起锅，起锅，起锅！静置在五分钟，然后再把它给切开来。今天达哥吃的哇哇叫的擂山葵叶，我来配配看牛排。有山葵的香，但我吃的可能太小片了，没有冲脑门。那我再试试看，直接吃好了。有哎、欸，在嘴里有辛辣的感觉，但是没有呛到脑门，那真的很香哎、欸。达哥试试擂山葵叶的加牛排，酱还是有一点辣，但很解腻。这样感觉你不用撒什么盐巴、辣椒，就是用菜来调新香料。哇，你直接加一根哦。嗯。你越吃越上瘾，等一下就会看到爸爸。不过它包肉之后就变得很香，它单吃真的会比较冲一点。现在就在准备帮佩佩抢书，博客来帮他抢这个，作者是叫不朽，生活是无以名状的碎片，三只手机可以说不能拍他们，两位公主都不能拍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抢书。好，我们现在下铺都铺完床了，准备睡觉了。对，他们两个睡下面，然后这是我们另外买的床包，这是枕头包。其实我们是把这个睡袋放在枕头套里面，平常就变一个腰靠，然后打开之后呢，就变成枕头套，解决了睡袋收纳，让睡袋可以一体两用。现在是开始行动冷气，但冷气吹的地方位置很不好，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卡扣的风扇，底下有一个摆头座，它可以把比较多的风导到前面来，它会自动旋转。这样让里面对流比较好一点。然后就是上面的位置，也是我的枕头跟床，然后上面有灯，然后底下就靠这个风扇。那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吹，就立在这边一直推着自己。像他们目前的温度是26度，湿度70%。我先把这个遮阳帘啊，像这边遮阳帘都可以放下来，明天就可以睡完稳。但是我们要早早起来，要去南开。而且我们刚刚抢书成功了，佩佩不朽的书终于抢到，虽然没有抢到亲笔签名版。有、哦、真的、哦、我们抢到亲笔签名版的，恭喜佩佩！是我抢到的、哦。晚在车2年多前影片介绍很清楚了，但这也是 T6 了，这是 6.1。但我介绍一下我做了哪些小小的改动。首先是桌椅，其实卡夫尼亚有附桌子跟椅子，但是那个桌子呢比较高，跟我平常用的高度都不太习惯，而且那个桌子呢是灰白色，椅子也是，所以呢我们就换了一套是奶茶色加抹茶色，为军风。这是一个韩国品牌 Cargo 的一个桌子，这桌子其实很棒，是新的。这个桌子细节就是金属板，所以你在焚火的时候啊，料理的时候啊，直接放烫东西都没有问题。而且我试过刮过，然后上面有几个洞，刚好可以来挂这些锅碗瓢盆啊，小东西。然后这上面是螺丝，也是平的。它最大特就是收纳超快，这应该是尼龙脚架，1秒、2秒、3秒完成。你刚刚说的是尼龙脚架？尼龙，这叫尼龙塑胶，一种高强度的橡胶。大部分的露营的，你看起来以为是塑胶，其实都是这材质。看，展开1秒、2秒、3秒，搞定，稳定度也很好，而且。这个颜色赞，绿色收纳箱我们用很多了，然后收纳箱拿来做润草，就是我们平常可以堆一些杂物，可以当椅子，可以当桌子。你看这个箱子，两个颜色很棒，太太老婆都喜欢，一个奶茶色，一个抹茶色，所以一个是太太，一个是老婆。然后呢，它上面这边呢就是这个像货柜一样的纹路，很简单。这边呢压下去，
然后我这样就可以放在车的下面啊，这样可以变桌板啊，混合桌子、混合椅子、混合收纳箱，放露营车的杂物很棒。其实以前我们都用那种可以说很小椅子，但现在有露营车了，速度才是重点。战术椅啊，你要收着太慢了，你想到定点马上可以用就不够方便。然后这个扁平收纳一样可以放在原厂的尾门上面，都拉得起来，而且还可以空个这么大空间，可以摆其他天幕啊、小椅子、小桌子之类的。然后这个结构啊，其实不是新结构，所以强度验证都没问题。我觉得它细节做好，第一个是它这边金属本体的烤漆，一个深棕色，这个颜色搭配很棒。这个布料它其实做了双层布料、两层布料，然后呢中间混的泡沫。通常这种椅子啊，最怕的就是你太软，陷下去之后呢，你看这边卡大腿。然后会很凹陷，双层布料加上泡棉，让你硬，但是又硬中带软。你如果需要做料理、砍柴、生火，它不会让你陷在椅子里面，完美无违和啊！你看，因为毕竟我们要户外风嘛。那其他小配件，首先这边有个灯，这个灯呢从这开关这样控制。这个是一个金属防雨、防盗、防虫通气窗，来可以看看里面哦。里面做什么改动？第一个，你看这边贴了一个包包，因为其实收纳空间啊，就算 California 很多小杂物院都不够了，所以这边有一个小收纳。椅背这边呢，我们买了一个椅背置物袋了，所以可以放一些杂物啊、手电筒啊、无线电啊。这里呢，一样有一个大地色的插头，这是蛮容易买的，就是一个置物层架，然后放在这边的时候，就可以把卫生纸啊、手机啊摆在上面。就算呢上面掀底下来之后，这边也都可以收纳。这边是一个 DC 变频冷气，功率大概是800瓦左右，然后上面。是冷气的库轮表，插的银雀电在充了，水箱电是满的。这台露营车呢，我们已经装了驻车冷气，但是风扇很重要，两个都是充电风扇，用 USB 充就很方便。然后它也可以有架子，你放在外面的时候呢，可以放在地上；放在车内的时候呢，你看这有橡胶，它可以变成架子，它可以调角度，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给吊起来，你说可以吊在这边，然后可以调高低。嗯，好凉哦。而且它这个还可以定时，像我昨晚上睡的时候，就是我定时一个小时，我这样睡个小时之后就开始凉了，它就自动把它给关掉。然后这边有一个旋转座，所以它其实直吹会有点冷。为什么需要风扇呢？就算有冷气，注意看哦，因为这个冷气的在的这个位置是很里面的，其实啊这里直吹这两个位置很凉，但是那里很热，我们需要装在这边，这边最冷区的风呢吹到前面去，这样前面温度才会比较可以待。所以这个风扇啊，在整个室内循环很重要。再讲这个风扇的收纳箱，这叫做 EVA 成型的硬壳的收纳箱，应该是目前市面上风扇最好的收纳箱，完全专门设计。但我觉得真的平常不用的时候，你很想把它来装其他东西，这样的收纳箱、收纳包就收纳包里面成本最高的做法。还记得刚刚那张桌子吗？刚刚那个桌子的收纳箱也是这个，也是一个硬壳收纳箱。你收完不用，你放在边边一样可以看。这个收纳箱真的是很棒，然后也是刚好可以让我放在后面的地方，位置刚刚好。然后这风扇呢，本来是不会摆头的，所以那个摆头套件它就会左右摆头。然后就摆头之后呢，你还是可以锁它那个脚架，它脚架就是一般的三脚架的孔，所以很好锁。摆头套件也给你一个硬壳，完整收纳。然后我这个地方啊，装的是一个牺牲这个窗户的视线，这边一个两个，它用魔鬼粘跟个胶板把它固定在这个窗户上面。然后这车子啊是黑灰双色，其实本来全灰色的，灰银色。我们上半部烤了白色，为了冷气烤凉，白色比较凉快。在这边也是两个收纳袋，我这边都是放管线，这边放的是那个充电延长线，这边呢放的是那个连棚口的延长线，这里还有一个这个，哎，这个不错，可以自己立起来的投影布幕，靠个墙。它就可以站了。这边呢，就是我们另外铺自己的床单呐、啊，它就这样子，因为毕竟要有卫生考量嘛。这是一个枕头套，在里面呢放的就是我们的睡袋。露营就是要一物多用。你看呢，平常呢，你可以拿来当抱枕啊、靠着啊，想休息一下，然后呢，里面就睡袋。而且睡袋这样子比较蓬松收纳，寿命也比较长。三色，深中浅，一人一个。最黑的我就用这个，老婆用这个，最白的想用这个。三个可以分开，然后再来就这次花最多钱的改装就这个4000瓦的逆变器，两颗300Ah 的锂铁电池，总共600Ah， 就上一个700多瓦的一个 DC 的冷气在里面。我们在车内就可以煮食，甚至用电磁炉、吹风机。当然啦、啊，冷气消耗最大功率大概需要60A，这里面呢600A，所以理论上呢全功率只能用10个小时，但其实晚上很省电，因为晚上真的很凉快。然后这个电池呢就一路贯穿。到我的中间那排座位的前面，然后再来有一个我们这次没用到，就是马桶。如果哪天跟小太要去个地方没有厕所，但是
最好是备而不用。然后这边是透气窗，然后再就这个脱困板，这是一个磁吸脱困板，它这样磁吸这样固定。但你用的时候需要这个螺丝需要转开来了，它可以固定在车上的钣金的任何位置。但这台车其实虽然有四驱，但是它车重2.6吨，真的很怕我去一些林道或山它会掉下。这边这个滑轨本来是装车边帐的，那这里没有。但其实我这边一直想装一个，就是可以直接快速展开来的一个沐浴帐。就是如果需要在上厕所或洗澡的时候，可以在外面上，然后这个沐浴帐可以不用下钉。但我目前还没找到适合的，它需要挂那个横杆啊，没办法只挂这个啦。但如果各位看到有办法这样挂在这边直接展开来的沐浴帐，请告诉我，我还在找这个东西。然后我还要装拖车钩跟脚踏车架，这样就可以把我的电动辅助越野自行车挂在车尾，这样到定点的时候啊，我可以去外面啊晃一下，买个东西啊就很方便。所以未来还要再装哦。我现在把车边帐啊、桌椅啊、电线啊都收一收了，我们在里面吹冷气、吃早餐，因为现在正好西晒。以往不敢吃的优乳现在可以吃了，因为这个不过冰会坏掉。然后这个巧克力面包啊，以前不敢买，因为放在车上会融化。喝冰奶茶，吃巧克力面包，然后等一下就出发去南河吧。山口是上一次下去那个露营区，就从这里下去。那应该很多人在这边要休息、补给、买吃的、上厕所。现在外面28度，很凉了。我刚才看到那个重机骑士在穿外套，我刚刚手伸出去也是很凉的。别到了，别到了，我们就是为带你来看这边，但下面看也很漂亮了。我现在到这边白线休息一下，现在中午12:30，准备吃饭，然后准备休息。晕车，晕车，晕车，但是看着风景吃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烧水煮面吃饭 ，OK。本想开冷气，后来看温度20度。来吃饼干，等水烧，哦，看风景。这个湖的缺点，水容易漏出来。这边有怪兽在爬这条路，哇！这边如果车开上去很刺激哦。嘿 ，Siri， 20分钟后叫我。是 Siri 还是小小太太 ？Siri， 他会叫，他会叫。哦，这边睡个午觉。好，午安，午安。行不行啊，你们？国三的小朋友，我才3岁。太夸张，太夸张了。但我们确实，我们是走了一个非常陡的陡坡。我心跳120几嘞，就这个坡哎。这好适合野营哦。好多了，好多了。好多了，好，那可以下山了。它最近超凉哎，超凉，比我车里面还凉。它有什么驻车冷气，坐在这边就够凉。这两位有带了登山鞋、健行鞋、防水鞋，但就是不穿。啊，要穿的时候又嫌拿麻烦。那就穿你这个，全程穿着好不好？是谁让我穿的？你摆在最里面，一天到晚换多麻烦。你们倒我拉得住，我倒你们拉不住。好，现在要开南横了，等一下就去向阳中心，还可以再看一下。赶在5点前离开这边，我们很了解，有云开始过来了，黑云，黑云，黑云了，走吧，走吧。现在到这个鹿雾，算是南垦东边这边口的比较山下的地方了。然后其实这边就是那个立松温泉附近的，其实这边有那个有太鲁阁的 feel。对，就是看巨大的山谷，也算是很漂亮了。好，那我们算是从南垦带佩佩小姐这趟旅程到这边结束了。下一段的话，我们要去东部，然后去野湾，然后在东部做露营车宿。那记得看我们下一部影片哦，感谢各位收看，请带垃圾。如果可以，请带走更多垃圾哦。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